刘先生，45岁，来自长春，职工。有请刘先生。白女士，46岁，来自长春，销售。有请白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，是您要来的，听说是吧？啊，是我要来的，主持人。来干啥呀？哎呦喂，至于吗？我和我爱人认识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做生意失败了，赔得一无所有。但是我特别喜欢他。哦，半年以后我们结了婚，我们结婚19年了。就在我女儿3岁后的时候，他就早出晚归的。我怎么早出晚归的了？我不是为了这个家吗？你为了这个家？不是，这有那么大的脾气吗？运那么大的气啊？咱慢慢说行吗？主持人，你不知道，我肯定不知道。他现在在外头做生意，还赚不到钱啊，吃吃喝喝，就和那些异性朋友在一起。我现在有点接受不了，我回家吃不到任何是这样的饭。主持人，我是搞销售的，搞销售的能不接触客户吗？那客户都是女的吗？所以你怎么总是这么？那你应该顾着这个家呀，你是女人，你有丈夫。有孩子，你应该回家呀！我也兼顾了呀，孩子我也照顾了呀，我不是没照顾。你照顾我们饭都吃不上啊！我听明白了，就现在的状态就是，妻子在外很忙碌，不照顾你和孩子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好，因为他不照顾。所以我问你啊，你是打算离婚啊，还是打算调整一下继续过呀？你总得有个意见和章程吗？就因为。我们的矛盾太多，这19年了啊，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所以来到这个舞台上。哦，就是这19年也没打算离婚，是吧？啊，就是我们还在过着，所以我们还好，虽然我们也闹，是这意思吗？现在这样吧，它影响了我和女儿的正常生活。现在她在外头，现在搞创业，她都这个年纪了，搞什么创业呀？她能和那些大学生比吗？快50岁的人了，我们还有女儿，我们女儿都现在18了。考上大学了，现在他还要学舞蹈，学舞蹈专业。学舞蹈专业是孩子的爱好，咱们不应该扼杀他。学舞蹈，他现在已经成人了，有他自己的追求，咱应该支持。我不是不支持他，女儿小学5年级的时候，他学习特别好。我认为咋的？女儿现在学习好，考个好大学，有个安稳的工作，是不是？最后找个他现在就是这种状况，多少年以来了，就是孩子小的时候。你指挥我的人生，现在孩子大了，你还让孩子，你还指挥，气死我了！我真的，还让孩子听他的，你知道吗？去操控孩子的人生。不是说我操控孩子的人生。咱们做父母的不应该支持孩子吗？是支持孩子，你是怎么支持孩子？孩子跟你学什么样了？你天天在外头跑业务，跑你的生意。孩子需要的时候你在哪里？我不是为了改善家庭条件吗？是你改善家庭条件。学孩子学舞蹈花多少钱？我一个房子都卖了，为了孩子学这个舞蹈。父母赚钱为了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培养下一代吗？你培养下一代，我没有说啥。但是你那些所作所为都影响孩子的未来。我感觉我那时候在工厂上班啊，从早上到晚上下班很晚，一个星期你问他在家做几回饭。我也不是出去玩去了，我尽量抽出时间多陪你们。我能在家做饭我就做了，我又不是说出去闲逛或者是没有正事儿。我一个男人在外头上一天班，晚上你给我做什么饭？做的粥。我干了一天工作，累不累？累得要命，回家想吃个热饭。那你难道不过分吗？喝的是粥。他把粥都给粥了，你知道我当时什么心情吗？我嫁给你，我不是做保姆了，我不是做老妈子了。为什么把粥粥了？啊，你知道为什么把粥粥了？因为你做的太过分了，有点。这个粥不重要。这不是过去的事儿了吗？他一直揪着，就是多少年前的事儿。我作为一个男人，他在外做生意，做买卖也好，他现在赚不到钱，他就折腾。还有异性朋友在我家小区门口总去接他去，这让邻居看他怎么样？要女儿看到又心情怎么样？我是什么心情你知道不？
所有的错你都怪在我身上，难道你没有责任吗？我不，你是我的丈夫，你如果给我信任，给我支持，孩子能胡思乱想吗？我支持你，你不在家，你天天在外头做生意，所谓你在创业，创业赚钱赚钱，你知道我是什么心情？人家打个电话你就去了，我就想跟他说，多理解理解我哦，因为现在我已经46了，人都有人的追求，每个人都有。每个人的权利，我现在 你追求，你生意都失败了，你还追求啥呀？现在孩子，把孩子好好的供养成有用之人才，完了咱孩子找个好工作，像计算机呀、啊，什么财会、啊。是我承认我失败过，但是你不能一棒子给我打死啊！是吧？我也成功过。你评价一下你先生用几个词，在你的心里，你先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？大男子主义，大男子主义啊！什么事情都得听他的哦，啥事儿都得听他的。他要我做家庭妇女啊，我本就不是那样的人啊。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吧，正好是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做生意失败了。那个时候吧，我可以说有一阶段很自卑，也没有自信。但是我俩那时候你挺好的呀，那时候。我俩结婚以后，也不像现在这样啊，是不是对你特别关照？对，那时候你是不是显得很弱小？感动了我哦，是吧？感动了你。然后我俩处了不到半年就结婚了啊，结婚一年以后有了孩子啊，我就感觉生活太拮据了，将来能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未来，我不知道。找个工作，我让他找个工作，他也干过几天啊，也挺好。上班我也上了呀，我也不是没上过班啊。按你的想法，06年我没参加工作吗？差点把胆都摘出去。哪个人？你看哪个人不上班？你就找个好班上多好，咱两口子一赚那些钱也够孩子花。不，等于不太习惯适应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，您不太习惯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先生觉得他就应该朝九晚五，这样你们就过普通人的日子，你也不想他折腾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是。这个做买卖挣了钱了吗？现在我挣得多是吧？别说现在，19年来做买卖是挣得多一开始。在他做买卖期间，他是正常的人情往来，这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？异性朋友太多，我感觉不舒服。啊，但是是正常的。对，我现在说啥，女儿都认为他对，女儿一点都不听我的了。现在，咱这么着急说女儿这估计啊，咱们就说女儿。女儿现在读书了吗？现在上大学了。上大学了，什么专业啊？舞蹈专业。挺好的呀，对吧？刚才吵架的时候说这个为女儿学舞蹈把房子卖了是怎么回事？说说吧。因为学艺术很费钱啊。那时候我女儿学舞蹈吧，一开始想考北舞，她这领着我女儿全国各地的飞。那时候哎呀，基本上我们的积蓄都花的没有了。主持人是这样，现在我女儿在勤工俭学，已经不用我们负担太多了。你可别说勤工俭学，你一说勤工俭学，我又来气了。停！你们俩这点主持人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你等我听完以后，我跟你一起气。所以这个跳舞这条路，到底是妈跟闺女儿一起选的，还是妈逼着闺女儿走上了这条路？现在闺女儿回不了头，就非得一直走。没有，我没逼着她，我是遵从她的意愿。对，她也小孩的懂啥呀？小孩她3岁的时候就学舞蹈。大人怎么说她怎么去做呀？那你咋不说呢？我说她不听啊。谁不听啊？她娘俩都不听。那为啥混得那么惨呢？一个男人。哎，你都不知道，我家她和她姑娘喜欢狗，买一个小雪纳瑞。当时买到家里，他说他两个都说的挺好，哪天我们伺候我们放我们送，买到家了不管了，天天我喂我放我伺候，他俩就这样都抛在我身上了。那你也别照顾啊。那我伺候天天照顾，我不照顾怎么办？对呀、啊、您有责任心呢、啊、您靠得住啊，对不对？等于学舞蹈开销开始大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花了很多的钱，所以就卖了套房子。卖了一套房子。那还有那住哪儿呢？我家里有两套房子。哦，那这两套房子都是您父母给您留的？是我们婚后的买的。你一工人从哪儿挣那么多钱买两套房？你告诉我。你告诉我啊！你告诉我，两套房哪来的？房子很便宜，一套房子我们买第一套房子才7万块钱，7万多。就是再便宜，靠你工资能买吗？哎呀，您就是嘛。是靠你做买卖，是做买卖买。那你不就完了吗？你得承认嘛，夫妻之间得互相承认嘛。行，咱们接着说啊，这现在等于现在的不都闺女也上了大学了。
夫妻俩不也挺好，干嘛这时候要打到我们这儿来啊？这么多年呢你都不知道吧？我女儿我感觉我已经尽到了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的责任。我总是天天给她买零食，我也没时间做饭，她都没给我女儿做一顿正经的饭。你做呀？我做，我下班很晚了，到时候我做饭的时候都已经。你没休息日啊？有休息日。对呀、啊。有时候我们的加班的时候太多了。我女儿小时候吧，我非常溺爱她。就小时候我女儿打针的时候吧，我和我妻子的看法都不一样。当时打注射打点滴，注射然后孩子已经打了几天了，毛细血管就是血管细嘛，然后呢那个小护士就扎不上了，孩子就要哭，完我就劝孩子坚强，他可倒好，抱起孩子给那护士数落哭了，孩子一看护士哭了，孩子这没等扎针就嚎啕大哭。你说的不对。然后呢他就花钱去给孩子买好吃的，买一堆。你听我说，主持人，那个护士呢是实习生，给我女儿打针，打一针，哎慢点慢点啊、哦、来别怕别怕，打一针没扎上，哎再来一针，阿姨再给你打一针，又扎一针。我姑娘你可以抱孩子走，但是你可以跟孩子讲道理啊。当时我什么感觉啊，我心都要跳出来了，那么花了钱遭罪，我心我都讲得掉眼泪。我抱着我女儿走了，我给我女儿买了一些小食品，我女儿看到非常高兴。哎呦，病好了一大半。你的思维方式都是我抱到别的医院打一针就打上了。打了吗？打上了。不是买的什么什么吃的吗？必须这么买呀，因为在我小的时候。行了，就教孩子。不吵了不吵了，头已经大了，你们俩这点事儿听的是还没听明白呢，先给你们吵糊涂了啊。能我们讲讲为什么你一直说的要控制孩子的人生？因为我女儿吧要考研，想往更高层次去走。哎，考研好、啊、孩子也在勤工。对呀、啊、孩子也在勤工俭学、啊、也不用你别说勤工俭学，他就是吧不想让孩子考研了，想让孩子复修一门什么会计啊什么那个那啥呀，那不是孩子想要的，他就想让孩子大学毕业了以后就工作，然后找个本分人嫁了过一生就完事儿了，你要平平淡淡的、啊、你知道孩子想要什么吗？这不得孩子怎么想怎么来吗？你勤工俭学，我女儿学舞蹈的，你记得学舞蹈孩子学校你去过吧，那地方多偏，都没有个路灯，晚上很晚回家就教人舞蹈课，我孩子去教人舞蹈课很晚回家，那多危险你知道吗？就有后果怎么办？再一个我女儿教人舞蹈，我知道你关心孩子，中午吃不上饭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关心孩子，就因为这个我孩子跟我俩撒谎说没学，我也关心孩子，都撒谎了，因为这个都不说实话。咱们做父母的可以跟孩子沟通啊，可以告诫孩子呀、啊，怎么规避风险呢、啊？但不能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嘛。你不能不让孩子走路吧？我不是不让孩子走路，那万一要碰到什么危险，我俩怎么办？你想过吗？那是你的想象，你知道吗？你把孩子想的太弱了。现在学舞蹈是挺好的，你哪有几个像杨丽萍的？你说吧，你不以学习为主吗？还学你什么舞蹈的？我知道谁怎么劝你，谁怎么说你，就这些年了，我跟你沟通这么些年了，都说服不了你。那我能说服了你？我说不让你出去，我说咱俩好好，你找个好单位上班，咱俩也够养活孩子的。到时候孩子，上大学以后找个好单位，再找个好对象，是不是成个家？那多好的事儿！那你不同意呀、啊？你就创业的。按老百姓的话说，该笨的都笨完了嘛，对吧？有房子了吧？对吧？孩子也读了大学了嘛，咱们这点收入也还行，老两口就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了，为什么就不能为先生放弃一次，不再创业了呢？虽说孩子上大学了，但是家里的积蓄也没有太多了，我还想再拼几年，就是说如果能多赚一点钱为养老，不也有个打算吗？他的想法是对的，我怕他创业吧越创越糟，把这家庭吧，这个19年的婚姻状况，你听起来都觉得让你浑身发紧，但是我相信背后一定还是有温情的。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看法吧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左岩老师，大哥你好，嗓门特别大哈。如果我先生这么冲我喊，我这日子肯定是不能跟他过了。19年，从来在家里说话都没人听。老婆不听我话，孩子不听我话，他们俩后来买了条狗，我的地位又往后排了。
这一定是您的内心最真实的写照。现在好不容易他不挣钱了吧，赶紧回家给我老实待着来。当时你太太挣钱买两套房的时候，您怎么没冲他这样啊？我认为创业本身没有问题，问题是要把养老的钱留够，问题是你的家人是否支持你。我前半段讲的时候您看都不看我，现在冲我点头，觉得我说的对，对吧？对，听进去。那我前面说的也对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二，再来说女儿的问题。孩子的路孩子走，我必须要说服你，咱就做好他们的后盾，饭自个儿做自个儿吃，最好做完还能给人家留出一份放冰箱里头，晚上回来给热了。这就是一个先生在现阶段能给予太太最大的支持与关爱。女儿也是一样的，她的路是她自己选的，当她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，父母永远是她最温暖的港湾，但是当她想要去追求自己梦想的时候，我们永远是她最坚强的后盾。离是离不了的，但是希望各自调整，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来，于老师，中年夫妻到这个年龄然后一上场，那个感觉一出来以后，我相信有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是不是太夸张了？但如果累积到这么长时间的话，我觉得根本问题就在于两个人不够理解，不能够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。你虽然大男子主义，但是我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哈，你是一个传统的现实主义者，而老婆呢是一个这个激进的理想主义者。另外一个女方，你说再等几年，我觉得再等几年在我听来是无限期，所以不要用这种无限期对他判死刑，让他没有盼头。他希望回归，我觉得应该去理解。理解的意思是说，你得给他一个年限，照顾一下他的感受，他的歇斯底里你听不进去，你的咆哮你也不可能理解他，所以他现在一无所有，他希望你回归，他喜欢你，他没喜欢别人，所以这一点还是值得庆幸的。那么你至少得有一点时间，从飞出去了还得飞回来，偶尔照顾一下他的感受。你创业是照顾你的感受，你创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，你觉得那是我的人生，所以呢你不要太过自私，说我的感觉好了那家的感觉不好了，那你仍然是一种失衡。他并不是完全不接受你出去，最关键的是你心里没有他，这一点最可怕。而男方呢，我觉得你的沟通方式需要调整一下，让家有点温暖的感觉，要不然在对比状态下他觉得外面太好了，回家以后就是吵就是闹，不回家才好，那你的愿望不就落空了吗？互补，这才是我们到中年能够有智慧生活的一个点，而不是一直在坚守自己的一个固执。那如果这样下去，是什么形式解决不了你们的问题，好吧？好，谢谢于老师。严老师来。刚才老师们说先生说的比较多，其实我更多的想跟妻子说，你刚才说他就是想操控我的人生，想操控女儿的人生，他就是想限制我的自由，请问他操控了吗？请问你们二人的人生，你们二人的婚姻是谁在操控？他过了一天他想要的生活了吗？你选择了他，日子是两个人的。我们在追求自己内心的独立，和您刚才反复强调的说，我有我人生的价值，在追求个人价值的同时，是不是要兼顾婚姻、两个人、家庭的价值？他今天能够跑到这儿来喊，还真的是因为你最近不赚钱了，以前你赚钱他更不敢喊，但这个男人是苦苦求你回家的呀。哎呀，你可算是在外边创造不了太多价值了，咱回家创造点家庭价值呗，咱过过小日子呗，让我也享受一下我想要的生活呗。看似他大声背后，其实我真的还挺同情他的。我支持你即便46岁的依然创业，但我希望你能够相对减缓你的脚步，把家庭的价值、家庭的利益也放在前面，把丈夫的需求、丈夫的对生活的想象多少帮他实现一点。其实你在外面打拼这么多年，你应该知道这样的男人也不好找，
他死心塌地地爱着你，等你回家，希望和你好好过日子，这一切其实是你最看重他的地方，否则你早就跟他离了，对吗？如果真的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么剑拔弩张，这么水火不容，你这么聪明，这么独立，你还会拖到今天吗？你心里很清楚，这根定海神针在家呢，有他在，即便你哪天一败涂地，他依然会给你一个臂弯，他依然用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强大的能力去给你一个家，对吗？所以要珍惜，要调整，好吗？祝福你们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来，涂老师，我劝你们还是离婚吧。其实离婚之后，您会有更好的自己想要的生活。男人的高声嚷叫其实是虚张声势，女人的抱头痛哭其实是在宣泄自私。有人说爱情让人迷失自我，但其实爱情更让人认知自我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越是相处的久，你越知道对方是不是适合自己的人，但怕就怕在你们自欺欺人。有一句话不是那么说吗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，男人就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只燕雀，女人就不愿意承认鸿鹄之志是我想要的生活，而且我并没有那么爱燕雀。燕雀和鸿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品种，怎么会走到一起呢？那是因为鸿鹄有一天折了翅膀，掉进了燕雀的窝里，所以燕雀陪着鸿鹄度过了那段疗伤的岁月，所以燕雀就认为鸿鹄就不飞了，就跟我过一样的生活。但鸿鹄毕竟是鸿鹄，它还是要飞的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要坦诚。鸿鹄就得说，我要飞，这就是我的梦想，就是我的生活，谁也不能阻拦我。虽然你陪我度过了那段最痛苦的时光，我表示感谢，但其实我没有那么爱你，我不会为了你放弃我的志向。但你从来没有说过呀，你没有说出来过，但是你不说出来，结果就耽误了你们19年。燕雀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燕雀，因为他太没面子，但其实也没什么，很多男人就是平平凡凡地过着家长里短的生活。如果你非要跟他在一起，那你就做好你的燕雀，守好你的家，谁让我找了一只鸿鹄呢？正如三位老师所说，这个妻子你自己一定要坦白一点，你创业哪里100%是为了家庭？你买那两套房为家庭里面做出一些经济贡献，那只是你创业的副产品。而喜欢飞，喜欢创业，喜欢折腾，那才是你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你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你就不是安安分分待在家里面妻儿老小的人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所以我觉得今天索性咱就把底牌亮明了，我就是要飞，我就是要安家，如果给不了，孩子已经长大，你去追求你的生活，你去追求你的生活，这并不是一个悲剧。我是祝福你们能够活到自己希望的想要的生活当中去，我认为孩子不会怪你，祝你们各自幸福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真诚的面对，不管是离婚还是继续走下去，是为了让自己幸福，而不是拧巴。结局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是要幸福。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感觉吧，你别折腾了，我女儿我都需要你，咱们一家三口过得幸福的生活，那是最好的。你都这个年纪了，回来吧，我和女儿需要你。我想让你给我个时间，给我个时限。时间到了啊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，请开门。
嗯，还有话说吗？今天来到这个舞台，这个结局，我也没想到，觉得大男子主义不应该这样，但是我这个19年的压抑都说出来了，我心里也会好受多了。行了，这么大的人了，这就是一个舞台上的结果，回家好好聊聊吧。谢谢您的分享，请回。